立法會主席梁君彥，現在沒有規程問題。梁仲恆議員和游蕙禎議員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一條，你們不能夠參與立法會議，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。秘書處請執行我的命令。《議事規則》第一條，你們不能參加立法會議員，請你。請你馬上離開會議廳。梁國雄議員，請你立即返回座位。請你立即返回座位。冇規程問題。鄭松泰議員，請你 馬上離開會議廳。請你馬上離開會議廳。會議現在暫停。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。我已經裁定了、裁決了，就游蕙禎議員、梁仲恆議員呢是不能夠來參與這個會議，而鄭松泰議員行為不檢，我已經勒令他離開會議廳。請秘書處執行我的裁決。請議員返回座位。當我的裁決未執行之前，我不會說第二件事。梁國雄議員，請你返回座位。
梁國雄議員，你再不返回座位，我就說你行為不檢。鄭松泰議員，請你離開會議廳。梁頌恆議員和游蕙禎議員，再一次請你離開會議廳。由於無法恢復會議廳的秩序，我宣布休會。